詹炳一直没有停。看一下这个黑尔加重，横框是只有一个 BD， 哎，难道 BV 只造了一个，只剩一个四蛇的一弓吗？放一个盘子在这个 VS 旁边，哎，造的是 VR， 这难道是康二流吗？嗯，如果造 VR 的话，用甲虫来防守，甚至开这个康二框上面那个三框会比较方便一点，线慢爬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确实这条地图。这个由于三矿啊比较近，但是没七矿、比较利于这个神族。一波Zlot要去前压一波，但是对方那个四蛇速度已经好了，哎，可以完全操作把这些 Zlot 吃掉啊。Zlot 速度已经好了，就这样的话，这些 Zlot 还会在这损失一些。小狗堵的还是不错的。好，杀掉了一个 Zlot。Here 小朋友啊，这个小胖子选择还是比较正确的，利用自己这个 Zlot 啊，利用自己这个四蛇好的速度好的一刹那啊，去吃一波这个速度上面的这个 timing。但是完美男人的这个速度升的也是比较快的，只损失了自己的一个 Zlot。完美男人同时在压里面放这个再补这个。海盗船啊，二矿处补了四个地堡，非常的稳，开出了自己的这个第四片矿啊。这个小胖现在开四矿还行，因为他可能看到了对方这个家门口补了很多的这个盘子啊，补了很多 BC， 然后以及有甚至有甲虫来防守，所以自己用一波四蛇来打的话，打这个四蛇好一攻的 timing 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不如开十二点那片四矿。VT 啊，这科技还真快啊，外面男人。这两个前期都算是波澜不惊的一个发展吧。这边在爆了一波四蛇之后，开始不脸农民，确实四方饱和还得需要一段时间。不知道这个完美男人拿的三矿是选择在十一点啊，是在这边呢也行，有七矿，这个一个高地造一些地堡就可以比较容易的防守到。侦察到了对方的甲虫。确实由于对方有甲虫了，非常忌惮对方这个空投，所以说在主矿补了两个地堡。也是要造 Lurk 吗？但对方 VR 非常早，这个造 Lurk 的话，哎，抢上房子，这海盗一攻现在还没有好，这个刚刚 BY 一直没转，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升的这个空军的一攻啊？要空投，里面装的有 Duck 啊，也有甲虫吗？两个 Duck 一个甲虫，哎呦，提速好，这波空投比较的重要啊，可能会占到不小的一个便宜。这两个呢，可能看到这个啊，这个运输机飞的这个，这个走向非常的奇葩啊，想来《封神演义》。啊，《封神演义》哎，这个甲虫的位置投的并不算太好啊，可以完全再往里面投一点。继续。哎，这边只有两个啊，还行，有地堡，由于有地堡的这个缘故啊，所以说不敢在这儿恋战。好，投在这里。刚才没有投两个 Duck， 而是两个 Zlot 和一个甲虫。这样的话，这片分矿会被打得非常的惨啊！哎呀，完美男人，这选择还真是不错啊！少量的刺蛇想从这个小狗来回救是不可能的啊！招了一个合力红球，想要反馈吗？还是想要大漩涡？哎，这已经空投了两个 Lurk 到主矿。神不知鬼不觉的啊！这个主矿的经济暂时，还想投，哎呦，这选择
真好，我投。哎，朋友们，那这个反应还算比较快，第一时间拉走了所有的农民，把农民都拉到了这个11点钟的三矿。哎，那你电兵没电吗？在操作主矿这边的空投，所以说无暇顾及家中。攘外比家内啊，比家中，把家里面的好，两个人可都还差一把电。外面男人这个 VR 造的比较早，但是 VO 啊，相对来说啊，已经在这儿了。要打了，确实利用这个打扰到对方这个经济的这个一瞬间这个 timing 啊，接着要打一波，是想空投，带来了很多的房子是接力投进去，就看着完美男人这个海盗他的走向能否洞察到这些大规模的一个空投了。哎呀，唯有刚刚 OB 刚刚造好，这个比较慢了，反应过来了，但是地堡还是比较多了，三个地堡，黑尔这波空投就看完美男人这个电兵什么时候到位了。有甲虫，甲虫放下一炮，好，有甲虫，有电兵，这波防守呢还是被化解了。哎，还有这个小一队的四蛇啊，就看这个 hero 能否这个接力空投，点掉了 VT， 这个科技建筑比较重要，点 VT 然后点 VO， 刺杀技，刺杀技不多呀。继续投，哎呦，操作自己这个刺蛇去点海盗，海盗被点的差不多了，但是把维欧点掉，维欧点掉了之后，很多重要建筑啊，这个完美男人没了，现在是可以操作一下这个，这个红球来干嘛呢？是来挨电的。这红球要被抓死呀、然后正面一波打，刺蛇打地堡非常的舒服啊，刺蛇生下来就是打地堡的，这个电兵能否放出一把电来？好，一把电 hero， 哎，还是有反应的，不过现在腹背受敌啊，家里面这个刺蛇，哎呀，刚刚解敌掉，可是哎，小胖选择了还是选择空投啊，确实，你海盗反正被我这个刺蛇打光了，现在就剩三个了，我想强行空投也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哎，这空投什么呢？这复回显中球，觉得自己在家中死守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啊，干脆我也反投一波，应该投了两个大克吧，投的是四个 Zlot， 他的经济不允许他出大克，只有四个 Zlot， 但是对方四个四车，哎，建筑学进不来。好，这边只有三个海盗，哎，只有两个吗？没有任何机会啊，投了很多的这个口水在里面。这波完美男想要救的话，就比上一把要更困难了。哦，所幸这个投的位置并不算太好，一把电电了很多。哎呀，这三个电兵啊，电放了三把电之后，还行。这个黑曜的刺蛇实在是太多，因为已经升到了两攻，所以说这个攻击力上面的这个白球点掉之后，这方面男人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了。整点基地，打出基地，哎呦，现在你脸上变了可。这样的话，我们男人就掉入了这个负责组。我们男人名字叫这个金太君啊，刚才一直在听个金太君，我一直以为在喊毕老爷，但是名字很像金太君仓鼠。下一场呢是一场 ZVT 的较量啊，朱本许久不见，居尼人族呢是 Later 吧，如花、Later 的这个盛世会更大一些。